有个锅底，那老婆是什么底？咖啡色，你说咖啡色，咖啡色，爸爸，咖啡色。听到你来这个语，我不可，谢谢表姐，谢谢。那你自己玩啊，先做饭吧。你看我说不可那是你表姐不好意思吗？你在家很好意思的。你给我小点声。你喝，宋宋，你家洗碗机是洗方便不？我每次都要在好多号才洗，我那天洗衣服麻烦死了。我就知道你有这个烦恼，我特地给你带的这个降温小明珠，因为它洗超便宜。别小看它，就这么小的一颗，每次洗直接一颗就好，不用加其他耗材。像特能清除的蛋白质、淀粉质，就得用九尔杭梅制剂的清洁液去清洁，搞定各种丸子很轻松，而且无残留、无香精，洗完不会有味道，水渍也没有，就跟新的一样，而且机子也顺便清洗好了呀。这个东西不好哎，它得是匆匆配送。嘿嘿，这样呀，你也不能希望你那个留言。你刚不是说不要的？麦当劳，麦当劳，麦当劳。